我们刚才在这儿一直在试他那个蜜光的美容仪，因为它效果太好了。给大家看一下，我就我同事这边的脸是往上的，我感觉你的脸好像比他的脸还要明显一点呢。因为你知道他们其实这个美容仪还没有上市，他们整个公司就两台，一台在我这儿。我用几次下来，我真的发现就是蜜光他们这个 V 脸的美容仪真的人如其名，它这个针对的就是让我们的下颚线快速的紧。你们也知道，就是我其实拒绝不了这个事情，我早上要起床那个脸这个地方跟我的脖子是在一起的。蜜光他们的这个美容仪5分钟，其实我们的脸是可以直接这样收紧上去的，搭配它的面膜一起把我们下面这个地方的肉全部给它兜起来了。拍到第一档，右着我们下颚线的地方做个2分钟，哦，有一点点拽拉感，然后有一点点酥酥麻麻的那种感觉，太喜欢。我用了他们家这么多仪器哦，而且我也给大家推荐过很多次，确实它这个新款的能量会更强，配合它的整个微电流，它其实能直接改善我们的筋膜层，所以它才能那么快的让我们的脸挤上去。哇，下颚线这个地方要是紧上去的话，你整个人看起来就会年轻10岁。好，我现在录完了，我直接给你们看效果。看我的脸有没有这边是往上歪的，然后我们再看下颚线的地方，这是我的侧脸，然后再给大家看一下我的右脸，是不是很夸张？这边感觉是都匀一块了。蜜光它其实的功能做得很全，很多仪器的眼周它要单独的做一个美容仪，但它这个不需要，其实里面是把眼周的模式给它附带在了这个面部仪器里面，微电流跟它的能量会比较温和一点，所以它是比较适合我们眼周这种比较脆弱的区域。它这里面其实还加了一个黄光，其实针对的就是我们眼周的纹路以及垮，所以眼纹的地方我们可以轻柔按照一个方向这样子去按摩它，眉骨也可以顺带一下，这个大概就是1分钟就可以。是在这个价位里面，我会发现从功能到结果的话，其实它属于性价比很高的。为什么我每次都给大家推荐就是比较新的美容仪，就是因为如果你有需求但是你还没买，那你就买最新的就可以了。而且蜜光他们还是浪姐官方指定的合作品牌，车我们就放在下方了啊，我们爱心上车就可以了。